快乐大本营曝光一组嘉宾潘玮柏的剧照，照片中潘玮柏牵手吴昕合唱歌曲，两人四目对视超甜蜜。节目中潘玮柏眼神一直关注欣欣，吴伟雄 CP 又发糖了。吴昕是个可爱娇娇女，她的个人单曲《白日梦》一如她在舞台上乖巧轻盈的形象，展现了这个粉嫩嫩的小女生爱幻想的小心思。吴昕搞怪本领强，和棒棒糖一起卖萌。作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，吴昕拥有众多粉丝的支持，而一向清纯可爱的吴昕做出各种搞怪的表情。吴昕在爱神中与洪天明的一场约会上尽显搞怪本领，吃着棒棒糖卖着萌，直接秒杀了不少宅男。